这个灵芝，哎，这个跟我上次拔的那个一样，对不对？这是灵芝的，没错了。我吃了几年，3年，把它洗一洗啊，看看，要半小时啊。觉得不怎么痒，对啦，红公公，这就是啊。这就是我可爱的灵芝啊。虽然已经木质化了，但是还是可以泡茶。好多哦，你看。全部都是，全部都是灵芝，你把它洗一洗啊，洗一洗带回家晒干，晒干之后留着冬天泡茶。感觉还不错哦。有的这么大，这么大颗，这个最大。这片最大。很恭喜，全部都是灵芝。超多的。那一整棵树都是。